啊，我脸怎么这么红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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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石头罩的小礼物，谢谢，欢迎魔帝。晚上好，晚上好，还有玛丽。我对不起你，我该死是吗？什么什么什么情况？懵了。欢迎云海。你的领都没了哦。欢迎我秀智福，欢迎青木。晚上好，欢迎秀智福。存回来的，哎呀，不用存。我玛丽也把留给我的领东给别人了，没事儿。哎，雷西天，玛丽本来到时候就。想给我个领东，一寻思说，哎呀，上回我都把果哥那个晚会给别人了，算了，我直接给果哥来火箭吧。可以可以，没事没事。欢迎鱼片，谢谢鱼片的荧光棒。噔噔噔哒啦哒啦哒哒，就这么定了。提前感谢我玛丽亚的火箭。欢迎您高高高年，哎呦，我真的我脸好红了，我吃辣的了，脸红的都不行了。玛丽也是聪明人似的，虽然我送出去把果哥的晚会送出去了，但是没关系，我直接给果哥搞个火箭。有什么问题吗？完全没问题。欢迎我小白白，我小白白晚上好啊。我再去搞一个回来，死去死命搞回来，不用了，没事儿。看你这，已经定准了，不能改了。你再弄回来的晚会，它也不是当时你要送给我的那个晚会。他已经不一样了。欢迎三郎敢过岗。当当当，
谢世晨的荧光棒，谢谢。请我吃啊！我待了一会儿我就走了，不行，我不能待时间长了。哎，姐姐人特别好，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要坐那，她能一直跟你聊聊一下午，她都能。所以我送完就赶紧跑了。大七六六六两个都行，你自己看着来吧。送给别人晚会，送我大七六六，我只值得大七和六六六，可以，没问题。晚上好，欢迎我天一飞。大旗和六六六，谢谢。懂了，在你眼里我只值一个大气和六六六，是吧？好，行，我知道了。欢迎康圈伟，欢迎欧叶。欢迎头号情敌。谢谢，感谢8333的办卡，谢谢。接你的办卡支持，欢迎康轩伟，知足吧，不是鱼丸不错了。谢谢头号情敌的荧光棒，谢谢。欢迎又出来掉，谢谢，恭喜用户哥的粉丝团升到了3级，谢谢，爱你哦，爱你哦，谢谢。Hello， 欢迎艾迪。谢谢淡流年的荧光棒，谢谢。在陪着风的雨的弱鸡的小礼物，谢谢。欢迎做客66889。出来的荧光棒，谢谢刘林醉的荧光棒，谢谢。分开了的位置被打，期待发生的事都没有来，也许曾被你偏爱，却没成为例外。大家好，
好红啊。要听歌吗？那就来吧。谢谢云聚星散的荧光棒。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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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欢迎云湖，吃辣的脸就红嘛啊、哦！一吃辣的脸就红。刚我七点半，7:40左右吧，刚吃完。那他这持续，我感觉时间有点长啊，你不感觉吗？嗨，欢迎觉醒。谢谢傻鱼的荧光棒，谢谢。亲密度要打满5天，嗯，玛丽也辛苦了。谢谢傻鱼的荧光棒，谢谢，欢迎欢迎。这周超级打卡今天就结束了吧。下周再那个打一样。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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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夜雨之中的人，谢谢你的小礼物，谢谢。卡农有吗？你是卡农怪吗？你天天搁那卡农卡农的。噔噔噔，你来飞机，我给你弹2遍。噔噔噔，欢迎文和。所有一般打卡就偷笑了，所有能给打卡就应该偷笑了，嗯，人得学会知足啊，是吧？所有能给一个大气，给个666，或者给张办卡，都是对你的一个支持啊，嗯。噔噔噔噔，欢迎恩妈哥莫里。那我的学友不够打卡，那他就不是我的学友了吗？那也不是、啊、对不对？哎呀，浪之旋律。但是能不能提一个小建议啊，就是如果说你喜欢看别的主播，其实我觉得也是 OK， 没啥问题的，但是不要跑来告诉我，我会有点不舒服啊，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舒服，就是怎么说，就自己偷摸的去看，没有人就我也不会就一直监视着你们，你们也不可能只看我一个主播嘛，都很正常，不要一直跟我讲嘛，我不太高兴啊。欢迎 CC 长，欢迎庄周梦点。Oh pretty, oh pretty, can you feel it? Oh pretty, oh pretty, I hear. 哪有谁有就只看一个主播啊？不可能嘛，对不对？支持别的主播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一直跟我讲还把我的礼物刷给别人了，然后还说我就那意思，我只值大气和666，不太
太幸福了。既然他不在乎兄弟们走看跳舞主播去，那你走吧，你赶紧走吧，把我取关吧，以后也别来了，把我牌删了吧。Hello， 好久不见，晚上好。不要在我，不要总是过来跟我说这个，我会有点烦躁。嗯。欢迎0618。你们去哪里看谁是你们的自由，不会干涉。刷礼物我也不会干涉。不要过来跟我讲，我最近又看谁了，我最近又给谁刷了什么的。不想听，听见没？不想听。那可能有人就要问了，说，哎。果果你是不是玩不起，你是不是小心眼？对，小心眼，不乐意。又生气了。这不算生气，这不是生气。是小心眼儿，对，我就是小心眼儿。俗人言简朴。还有那个刚才那个小黄皮子，什么玩意儿？去看跳舞去，怎么怎么地的？你赶紧走，没人不让你去，咋的？我直播间咋的？有绳啊，给你腿绑上了，不让你走啊？你要走就走，别过来跟我说，烦，听见没？欢迎天涯，欢迎主宰者。
天脾气比较暴躁，被惹王。欢迎先锋大神。有点烦躁，谢莫兰迪的荧光棒。欢迎李知性。秀智福的飞机，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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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智福的飞机。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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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秀智福大气，谢谢，感谢秀智福。Thank you.
很幺零二幺。I remember the way you glanced at me as I remember. D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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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n. I remember when you were my star as I remember. Dun dun remember. I remember all the things that we shared and the promise we made, just you and I. I remember all the laughter we shared.Wishes we made upon the roof that dawn. Do you remember when we were dancing in the rain in that December? 来，这幺零二幺的大旗，谢谢。Thank you.
了他的荧光棒，谢谢，感谢你的荧光棒哦。放打好，等我啊。还显路过
们说 I see you 这个歌还是那个谁还是周深唱的好听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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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谢谢感谢秀子福的飞机谢谢谢谢秀子福刚从引领那儿回来你去引领了上的 verse 合作给李荣浩感谢所有人投给我们的票但这首歌的现场我没次可以套所以灵魂继续熬准备写一个通宵当我打开了电脑谢谢谢谢感谢秋子夫很多温馨的嗯对这歌还是挺好听的上官去银川出差了吗不对那个叫银川我脑子是有病吧银铃今天直播是吗我刚才看到飘屏了我好像是个傻子啊我以为我有病吧啊，那个地方叫银川吧。我天哪，绝了！欢迎中奖主题曲。太傻了。等什么君竟然没去哎我没看到啊哎我去看一眼噔噔噔噔银铃哎我到现在还不知道银铃长什么样子我去看一眼我们去看一眼 I see you mother江湖只在书里把这聊天都有题总学不会这里那今天地铁了嚯700人嚯哎他还弹古筝哎哎真的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山中为金堂送元明器从那年同去香港里朗朗到关雎岁月走走停停没写出游记却把昔时蝶衣一朵涟漪年年的言辞流逝总被收拾从来没预期世人有此天涯愁绪还不够年纪我又满怀欢喜只出过世界太急头低月眼中你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最后一句写得特别好叫做我有满怀欢喜只除过世界太急头顶月眼中你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看到自己就是喜欢的人就是你的满怀欢喜也应该付出给你自己喜欢的人就是只看到你自己想要看到的东西就可以他好像有点紧张我觉得好像这一哎，但我其实有时候我经常弹他的歌哎，对不对？让我看看我们今天的流程。哦，对，确实，我已经完成了两个超大的流程。接下来呢，就到了曲库挑战的环节，是斗鱼小伙伴们官方设置出来的一些命题，然后让我他这个画面，他应该是用那个摄像机照出来的，是不是？曲风是什么呢？这个又有请我们透透来代表官方来要求我一下。嗨，又是我。我们
第一个命题是唱一首在你看来最能代表夏天的歌。嗯，夏天的风温柔的吹过，静静的钟声。刚才还喝糖浆了，他是不是嗓子不舒服啊？算了算了。噔噔噔噔，他是不是嗓子不舒服啊？感冒了，听着那个嗓子哑哑的。播一天还是常驻？应该就是播一天吧。嗯，邀请嘉宾我估计是。谢谢慢热 king 的荧光棒，谢谢，欢迎胖胖的果汁。应该是，嗯，噔噔噔，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你听那嗓子，感觉说话也是带点鼻腔，有可能是感冒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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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就是播一天，嗯。哎，我还是觉得我好傻呀！哎，人家上官跟我说，哎，我刚才去银林那儿了。我说啊，你去出差吗？国风咋不把河图请来呀？没准下次就请河图了。昨天来等什么君，今天来的，我记得我之前看到过那个海报，但是具体是什么来着，我还有。可多了呢，不止他俩，好像明天是不是还有啊？大家好，我是等什么君，5月6日至5月16日，我在斗鱼国风音乐季和大家见。我感觉不止啊，不止他呀，我那天看的不止他们俩啊。噔噔噔，银林的是哪个城市？就很尴尬，想说那是那个什么，是银川吗？就自己说错了，太傻了。黄玲啊，对对对，之前黄玲也来了，邀请了挺多明星的，挺多歌手的。噔噔噔噔，太傻了太傻了。哎，小兵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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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歌我真的挺多的，《倾尽天下》之前好喜欢听，喜欢听《倾尽天下》。嗯，谢谢表妹多多的荧光棒，谢谢，感谢表妹多多。噔噔噔噔噔，谢谢，欢迎清许石诺，欢迎喵薄荷。他刚才唱那歌叫什么来着？唐宋元明清。他刚才那歌真的老熟了，但我叫不上来名。三世也好听，开头的诗写的好。真的可爱，谢谢你哦。不是也要唱吗？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弹。突然一身冷汗。刘刚记简谱。刘光记简谱。欢迎我睡觉了。
takes like a chest. This is blessings, no stressing, no flexing. Got one car parked right in the entrance. Got one car parked right at the exit. So you didn't expect this. You think like a robot. 欢迎小风风，欢迎夏至，谢谢夏至的荧光棒，谢谢。I got it, I want it.再养两个月就跟你短发的时候差不多了，那你要不要给他剪了呀？男生那样的话头太长了吧。
学友群满了，学友群满了。Q 群吗？不能啊，我那个我现在 Q 群1000多人，应该没到我上线呢。现在一共1119个。啊，我看看啊，应该不会啊，满了啊？怎么能呢？哪块有显示啊？我之前都已经弄到2000人了，还是多少人了？从哪儿看啊？谁说没有资格挣脱银河？多无可奈何的星座传说。那为什么呢？当结局因果远远看到，哎，不应该啊。尚未开的花朵早褪了颜色，环顾着星河灿烂。谁的遗憾？看星星陨落，孤孤的把握。看星星陨落，熊熊的大火。山川河流沙漠，荒野沼泽。不知道啊。是因为我 Q 会员到期了吗？没到期啊。我 Q 会员没到期啊。对啊，就是水友群呢。我记得我之前都已经给他弄到2000了吧，弄到2000人了。但太长时间不用，我有点忘了怎么弄来着。的评说，这纵横交错的掌心银河，将只需规则的一笑而过。哎，比利。欢迎点错了。星河灿烂，歌颂着谁的勇敢？不知道啊，不管。兄弟们，咱加微信群吧，到时候，再申请一个学友。不用不用不用，先不申请了，慢慢的就变成微信群吧，还是微信群吧。欢迎我小拜拜。欢迎傲娇前河。谢谢你忘爱的荧光棒，谢谢。谢谢，感谢我小白白，谢谢小白白大气，谢谢我小白白的灵动晚会，谢谢我小白白，谢谢
感谢我小白白的领动晚会，谢谢我小白白，感谢我小白白，谢谢。兄弟们，咱们凑凑过四星啊，咱们还差一架飞机，还有四五张办卡，然后咱们的四星就可以过去了。兄弟们，欢迎风影泡泡。欢迎门口大爬犁，我谢谢，感谢我秀子福的飞机，谢谢，谢我秀子福的飞机支持，谢谢谢谢，感谢秀子福。歌挺好听的，嗯 ，Loving You。那歌名给你，2000块钱，谢我秀子福，谢谢。欢迎小豆丁。兄弟们，我们还差四张办卡，就差最后四张办卡喽！欢迎薄情人善，欢迎跑跑，欢迎这是花呀，欢迎我需要一块三明治。我秀主播，感谢我秀主播，谢谢，谢谢兄弟们一起帮忙完成了四星的任务，谢谢我小白白，谢谢秀主播，谢谢，谢谢兄弟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跑跑的小礼物。一介书生简朴，这次算好快。噔噔噔噔，来送给大家一首一介书生。
很谢谢刘白羽梅苏的荧光棒，谢谢。稍等我一下下啊。欢迎 C 三三零，噔噔噔噔，嗯，我最近又要在家里面居家了，尽量少出门了。谢谢三零的荧光棒，谢谢，欢迎西瓜。噔噔噔噔，哎呀，你们说啥时候能结束啊？这个疫情，好难呐。噔噔噔噔噔，为什么？今天那个公布了行程，你没看到吗？嗯，你最近出门也戴口罩啊，雪主播。关键前一段时间大家都对，关键是前一段时间大家都就是觉得挺安全了嘛，然后大家基本上都不戴口罩了。哒哒哒哒，又开始了啊，嗯，又开始有了，但没事，我相信我大神羊。沈阳每次都控制得很及时，就是我们作为小市民，就是保证自己出行就佩戴口罩，尽量窝在家里少出门，不给社会添乱就好了。噔噔噔噔噔，哦，谢谢提醒。不客气，欢迎灵魂导师。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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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咩咩。谢谢小七，感谢妹妹的小学徒，谢谢，谢谢妹妹的音符，谢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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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去接点水，你等我一下。欢迎一根烟的自我折磨。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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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日记俗称是什么？怎么说？你知道吗？叫那个什么，大牌的平替。大牌的平替就是那种便宜大腕又好用的那种，就是说是这么说哈。但是你要送口红什么的，我还是挺建议你买一些什么 YSL 啊，或者是，对你别买那个，你要不就买那个啥 YSL 的，要不然的话就买那个阿玛尼的口红。对啊，对，你就买那个啥吧，看看其他的，像 YSL 什么小金条什么的那些，其实不太建议买啊，其实挺拔干的那种，买点比较润的，你可以去专柜看一看，挑一挑，挑点什么呢？你问柜姐，你说我想要就是你们这儿。就是最火的那几个色号，他就给你推了。推了之后，你拿那个口红哈，你在手上你就这么划一道，你抹一抹，你看看润不润。像那种看着特别干的那种就不能买，看着比较润的，然后有光泽那种就可以买，
这时候就准备礼物了。哎呀，西米客气了，给大哥，大哥，大哥最近喜欢，给我买那啥的吧。我要那个小圆管就行了，嗯。送个意思，图不图我不管，嗯，你就给他买那个吧，嗯。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我经常用的那个，但我跟你说，我突然想不出他的名字来了，你知道吧？我突然之间我就想不出来名字。你男的化什么妆俗气？他烦躁，那叫啥来着？哎，我怎么突然蒙住他的那个名字？我想想我的口红啊，我的口红杨树林的、纪梵希的、阿玛尼的，还有那个三 CE 的，那个粉色的，粉色那个是啥呀？哎，我有个粉色的那个，那个叫啥呀？哎，我这怎么叫？是香奈儿？好像不是，是啥来着？哎，我这说啥也想不起来了，它叫什么名字？你去吧，你去专柜挑一下啊，专柜挑，让柜姐给你拿。纪梵希的买一套就行了，嗯。纪梵希的品牌不是那个什么吗？我那是之前买的，就一直用着了。嗯，可以看看别的。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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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这个现在的那个就化妆品礼盒，这不520了吗？全都是，可多了。嗯，我前两天看个美妆博主还在那推 YSL 的那个呢，没空，我直接上网上买。哦，那你去旗舰店买吧，你搜搜吧。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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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看点色号啊，别买那个什么。哥，我不懂你给品牌啊，那你等会儿我去给你拿一下，我看一眼它叫啥啊。这是我比较常用的四款口红，我给你看一下啊。这是导盲靴。有女朋友的兄弟们注意了，有老婆的朋友们也注意了。今天是5月16号啊，距离你们520的日子到来还有4天的时间，所以说你们要抓紧哈。首先我最爱用的其中一支呢，叫做这个迪奥的一个口红，色号是536。它是偏粉的，比较粉粉的那种感觉的。然后这个也是迪奥的这个就是比较经典的一个，这个就是叫什么，这个999，但这我没怎么用，嗯，因为它太红了，一般我都叠涂，我就涂一点儿，然后用别的就是给它那啥。我不太喜欢就是颜色太深的，因为我涂完颜色太深就感觉就是特别的奇怪啊。那一般女孩涂点那种就是正红色那种口红就显得特别好看，但我不是，我涂上之后就感觉就是怎么气质一下就变得那么不正经，更奇怪，所以我就涂的比较少一点啊。然后这个是 YSL 的，这个也很好，这个上嘴很润，叫烂番茄色，这个是80，嗯，烂番茄色啊，西米仔，
这个是小圆管，那个 YSL 的小圆管哈，这个也是 YSL 的，这个是叫纯釉，纯什么没记住哈，但是专柜那个柜姐给我试，我觉得哎挺好看的，我就那个什么买了。这个是409，你可以看看吧，反正这四款是我觉得就是你买了之后绝对不会踩雷的那种。嗯，但那个999其实你看你女朋友平时涂红色涂的多不多，如果涂特别多的话，我觉得999还是可以的。你像一管口红也不贵是吧，但是呢这个口红呢300多块钱就属于说就是大牌里面比较好的了，300-400块钱还挺好的，也能拿得出手，小节日送个礼物。噔噔噔，我现在都有的时候就懒，我就不涂了因为有这个特效了嘛，其实不涂也行，给你涂一下这个啊，这个是那个这个是我经常用的，都快没有了，应该没剩多少了。这个是那个迪奥的那个536536，涂一下啊。下面它是那种比较自然的那种颜色，然后关键是涂完了之后嘴很润，然后它也不会干，不会拔干的那一种，推荐。噔噔噔噔，看着买吧。噔噔噔噔噔噔，其实你要说我感觉的哈，还是要不就迪奥，要不就 YSL， 嗯，也好用。剩下很多都是就。很多口红啊上嘴之后都很干，就那个就本来嘴就是比较干的那种，然后你再抹上那种干的口红呢，整个你就看那个嘴啊就好像那个好多年都没有下雨地方那个大地那种感觉，就拔干，就嘴唇纹什么的也都出来了，看着买吧。谢谢八路军大哥哥的荧光棒，谢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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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你看我要涂啊，再加上这特效的，没涂好，我感觉一半，有地方深，有地方浅了。这样的话就是不加特效的样子，嗯，可以，我加个点，哒哒哒哒哒，这个日常够用了，嗯，谢谢八路军大哥哥，恭喜你的粉丝牌升到了16级，哒哒哒哒，噔噔噔噔噔，好，来，咱们接着谈啊，欢迎风云。小心娘。
号进门。这几个满了应该不会踩雷的。CF 的小礼物，谢谢你的小礼物。阿果五二零，你想要什么礼物啊？我没有啥想要的。噔噔噔，王子玫瑰，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啊！欢迎周榜就有傻瓜在我前面。这首叫啥？这首叫做《凭虚御风》。嗯，我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啊！谢谢相亲无悔的荧光棒，谢谢。噔噔噔噔噔噔噔，阿果你真棒你，欢迎 CC 城。谢谢扑了蛾子的荧光棒，谢谢。给他来一排壮汉围着他叫公主。嗯，还是算了吧，我怕我看不了那个画面，想想都辣眼睛。哎呀，破了鹅！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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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但要给我来一排那种阳光男孩，我觉得可以。哎，0124。欢迎暮色年华，欢迎有缘有多远。一排壮汉有点高啊。是哪找一排壮汉？再说不喜欢壮汉。欢迎查理比利。小胖梁子。
书香的荧光棒，谢谢。
一首啦。追梦之旅。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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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兄弟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要结束喽，让我们明天再见啊！明天直播时间中午12点，晚上8点，两个时间段直播，我们明天见。谢谢兄弟们今天的陪，一天的陪伴，辛苦啦！